财税规划基础，财务与税务规划，力勤财税记账事务所卓立群所长提供，在南华大学103学年度创业工作坊做投影片的报告。财务及税务篇主讲人卓立群，中华民国103年10月19号。人际学习，财务顾问师、创业顾问师，休闲兴趣、学经历、限制。财务与税务课程大纲，财务篇，投资营业、融资、获利与损失。二、成本篇，毛利率、成本、获利制胜。三、登记篇，公司或行号，要成立公司或行号，或者是什么社啊？登记五元素，登记流程。四、税务篇，营业税、营所税，这是盈利事业所得税，综所税、综合所得税，扣缴。劳保、健保、房屋税、地价税，哦，好多东西，开支啊。一、财务篇，国税局规定闭设账簿，国税局规定闭设账簿，买卖日记簿啊，总分类账、存货明细账、日记簿、总分类账。存货明细账、制造业日记簿总分类账、原物料明细账、再制品明细账、制成品明细账、生产日报表，都有日记簿呢，都有总分类账，都要有明细账。财务篇初创业初期，基础账务管理，日记账详细记载每日收支明细，现金每日存入银行，留存收支的记录，营业用存折，每月后每期净空或留下固定金额，零用金小额支出，限额拨补。基本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 ，balance sheet， 东西1000万是资产，我们欠钱的人500万，银行呢，政府负债啊，厂商呢，各500万。那么股东呢、啊、地主的合伙人呢、啊、股东权益的500万，加起来1000万。基本财务报表，资产的负债表，有东西啊，我们欠钱的人，还有股东等等。基本财务报表，有损益表，收入、消耗收入或服务收入、成本、进料、加工、用电、人力、人事成本啊，原物料成本啊，毛利、费用、管理、推销、行销等费用，广告就是行销费用，业外的支出、利息啊，出售的借钱的利息、出售的资产啊，业外收支。净利、收入减成本等于毛利啊，毛利再减掉费用、管理推销的费用，再加上意外的收支，有时候存款可能有利息，或者是卖了资产有收入，再加进来等于净利。
毛利跟净利之间，还有费用跟意外收支不是只要，也有时候是减的，有加有减的。基本财务报表、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营业活动加减、融资活动加减、投资活动加减。财务篇一、投资、营业、融资损益的投资方面，制造业、厂房、机械、专利、买卖业、店面、仓库、经销权、进货、服务业、办公室、人力、外部团队。财务篇的那个营业收入、现金应收账款、呆账支出、现金应付账款赔偿、成本、毛利、定价、费用，应备的应该具备的概念，营运周转期、现金流量、营运周转期、现金流量。投资方面要应该具备的概念是预算分析、风险控制。预算分析、风险控制。在营业方面应该具备的概念，营运周转期、营运周转期、现金流量。财务篇的融资方面，周转、扩张、萧条、财务杠杆、财务杠杆啊，设备方面，分期租赁、保证、履约、交易、保险。在融资方面，应借钱是高尚的哦，一般人都受不了借钱。融资方面盖高尚，很高尚的一，他资本100万，可能赚10万，自备款毛利100万啊、哦，约什么约翰呢？50万，外来资金5%，约翰50万，资金成本约翰2.5万，年获得10万，约翰7.5万，报酬率资本100万，可能赚10万了，赚钱不容易啊，好辛苦啊。财务篇呢，融资方面盖高尚，很高尚。第二点，问题一了哈，每月销售100万，现金扣5%，回答一年后少收多少？问题二，每月销售100万，现金扣5%，8月结票期3个月，那要准备多少周转金呢？问题三，周转金找银行融资，年利率7%，回答划得来吗？财务篇的损益方面，获利分红保留，亏损方面增资认赔。财务管理失败的案例，马达公司。基本报表、损益表、营业收入，然后税前的存益、总资产，99年、100年、101年，然后总负债，99年、100年、101年，负债又增加了，股东的权利，99年、100年、101年，增加了，总负债增加了，所以马达公司财务管理失败。然后再看现金流量表，从100到102年1到6月，营业流入状况，营业流入后出啊，负的正的负的了，投资的流入后流出，负的正的正的，融资的流入后流出，正正正，现金净流入后流出，负正负。最后你看
负的，今年他营业到了102年是负的，这是失败的案例。基本财务报表咳咳如何解决现金流量不足？拟定展年计划书的范例，一提案年由：营收成长、财务管理不当、社会责任。营收成长、财务管理不当、社会责任，这是展年计划书的范例。二、协议展年的条件。一、本金不减。二、3年宽限。三、第4年起贷款一亿二，以5年本息平均摊还。平均摊还。三、还款可行性的分析。四、还款诚意回馈方案。这叫做拟定展年计划书。二、基本财务报表协议还款的效益分析。银行贷款一二，改善前 6000万，改善后 6000万。这是一个参考的，左边比较淡的是可以填新的呢。月还贷款前三年，改善前后178万，改善后11万，前面3年均摊。年还贷款前3年哦，2000多万，改善后138万。资金的缺口，改善前挣了1000万，改善后负了1000万。税前的净利，改善前约2%，改善后约3%。不足，资金的缺口，改善前，改善后，预估5年后。成本结构与获利分析，毛利率。迷失啊！餐饮业食材成本30%-40%，买卖业进货成本60%-70%，服务业规费成本10%-30%，毛利率的迷失啊！餐饮业买卖业进货成本那么多，服务业。那是毛利率的迷失哎，服务业毛利率最低的，再来才是餐饮业，比较高的是买卖业哦，那是迷失啊。成本结构与获利分析的2-2.1，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收入包括成本跟利润哦。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然后利润，还有不可预期的天灾人祸。变动成本包括材料、牌照税、燃料费、营业税啊、损耗啊、瓦斯啊、水电的二代健保吼。变动成本呢？固定成本，水电是固定成本啊，租金、水电、设备折旧、人事成本、装潢折旧、劳健保、电保，还有电保哎，固定成本也很多哎，然后利润，还有不可预期的天灾人祸哎，赚钱不易啊。成本结构与获利分析2-2.22，2-2.2，损益两平点哦。P 产品定价，然后 Q 是销售量，然后看那个线，然后 TR 的总收益 ，TC 的总成本，那 TVC 的总变动成本，那 TFC 的总固定成本。总固定成本除以产品定价，扣掉平均的变动成本，就是 TFC 除以 P 减掉
AVC。平均的变动成本，总固定成本要除以什么呢？产品定价扣掉平均变动成本，这损益啊，要算那个损益2平点，再来2.2.3损益2平点的换率。399吃到饱，一元消费不用找。固定成本呢，资金呢，写水电薪资啊，每个月都，完了，36万了，一日12000吗？是这样算吗？设备还有折旧，364万，5年365天，一日1000。而且每日14000，变动成本，每人的时差有200元。固定成本除以售价减掉变动成本，等于损益的平衡点。固定成本除以售价减掉变动成本。那如果成本变贵的时候会怎么样？售价要拉高，如果不拉高，薄利多销。那本来除以正二的，变成除以负二，那会怎么样？哦，除以负二，损益平衡点呢？损益平衡点70个人，要卖70个，要有70，卖70份才会得，无赚无了呢。哦，辛苦辛苦。成本结构与获利分析，获利及制胜的关键案例，连锁便利商店小米机买不，小米机是一种手机啊。大陆产的手机，买不如租了，租不如借，借不如委外了。还要减少人力，还修，还要定日修啊，长聘或者是公度啊，人力派遣呢、啊。创业初期资金应用得宜为王道，创业初期资金应用得宜为王道，先锁住那些钱呢、啊。获利制胜关键的案例呢，连锁的便利商店的小米机啊，委外的啦，聘的啦，或者是公读的啦，人力派遣的啦，还休假的啦。3.1要开公司后行号，要工商的登记流程与时程分析。独资后合伙呢，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啊，登记的机关。独资合伙，县市政府到县市政府去登记啊。有限公司的话，到经济部或直辖市政府；股份有限公司的话，到经济部或直辖市政府。法人格，独资后合伙的，1到4人。法人格来讲，独资后合伙的。没有，不能成立法人，要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才能成立法人。股东人数，三股东人数，独资一个人也可以啊，合伙也可以多个人。有限公司要1人以上，股份有限公司要2人以上。是啊，董监事限制啊，独资合伙呢不必有董监事啊，有限公司要董事1人。股份有限公司要董事3人，监察人要1人。股份有限公司比较大呢，无资本额，独资合伙的不限资本额，有限公司也不限，股份有限公司也不限，
你有资本的签证，独资或合伙人免25万以上负存者，独资合伙人资本的签证免了、啊，独资合伙人免资本签证，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都要资本签证哦。独资合伙的哈、哦，小生意的哈、哦，不必资本签证啊，24万以上要负存折。其责任，独资合伙要负完全的责任，有限公司的责任是有限，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任是业务范围内，业务范围内。第八，使用发票，独资合伙的。小规模不必使用发票，独资啊做生意合伙做几个人做生意的小规模的嘛哈，不必使用发票，免用发票，免用统一发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都必用发票。第九，交棒，独资后合伙的不联系。有限公司出资额要转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要转让，交棒的时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要转让，有限公司、哦、出资额要转让。第十，结束营业的话，独资合伙的不联系，要歇业就好了。有限公司是要解散清算、解散清算财产，股份有限公司要解散清算财产。第十一，税比较低，税比较低打问号。了解开公司后行号的独资合伙的是开有限公司后的更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状况，登记机关法人、股东人数、董监事的限制、资本额、资本签证、责任、要不要用发票、结束营业交棒的转移啊哈，还有是结束营业，或者是税哈，比较那个税的大小、高低等等。3.1有要开公司哦，行号、独资合伙的登记机关县市政府，有限公司是经济部或直辖市政府，股份有限公司是经济部或直辖市政府。法人格，独资合伙的不必了，没有，不能成立法人。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可以成立法人。股东以上独资合伙，股东一人以上，有限公司一人以上哈，股份有限公司二人以上。比较有钱的是开有限公司，财团的是股份有限公司，一般人创业还是独资合伙的，自己一个合伙嘛，所以可以一人以上，那是股东人数。董监事，独资合伙的小生意的不必董监事啊，有钱人你成立有限公司的要董事一个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话董事要三个人，那就会有董事会咯，那监察人一人。有钱人帮忙做教育工作。工商登记流程与时程分析的 3.1 我要开公司后行号，无资本额的话，这是刚刚这个表放大来看的啦。登记五元素金木水火土来看吗？金哦，金字招牌公司名称，查明的核准权各期的标准不一，准备喜好的排序3到5个。利群纺织有限公司为例，特取的名称是前面两个字利群，再来纺织有限公司它是 A5 的，
业务名称，然后组织它是有限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行号，机械或者是企业有限或者是实业有限，或者新力庆或者力勤力实业有限公司，也有实业社呢，想资本的成立实业社。3.2.2 登记元素的木，木实力根基啊，根木字旁嘛。资本额，特许行业有最低限制额的限制，一般行业不限。建立准备资金全部计入，未来投入资金也要做登记。违反资本额查核办法，判刑5年以下50到250万罚金。哦，违反了资本额查核办法，判5年以下50到250万罚金呢。未来投入资金也要做登记。特许行业有最低资本额限制。嗯，登记五元素的水的部分，水和权涌现人的部分，负责人，实际经营者了，无欠税了，无信用问题为佳。股东单纯就好，出资额乃认定为财产。股东就好，出资额乃认定为财产。董监事，董监事于执行业务时视为负责人。董监事在执行业务的时候视同为负责人。小公司自己做董事啊，自己做执行啊，所以他是负责人。3.2.4啊，登记五元素的火的部分，金木水火土的火的部分，火火红生意营业项目，一般行业目前想做的啦，未来几年会做的都可先登记。特许行业需有专业专技人员的公司登记前，先经主管单位核准。特许行业要有专业技术人员，公司登记以前要先经主管的单位核准。一般行业目前想做的，未来几年会做的哦，都可以先登记哦。那标准行业代号特许的末码为一，特许的哈末码为一，行业还有代号嘞，举例了哈，EX店就是一个 example 例子，旅行社等于观光局房仲公司，那不是啊。旅行社要找观光局哦，房仲公司要找地政局哦，营造业要找建设科，医疗器材要找卫生局，货运行要找交通部，枪炮刀械要找内政部等等，这是营业许可吗？哦，特许。旅行、营造、货运、房仲、医疗器材、枪炮、刀械，这些都特许行业。登记前要先经主管单位核准，开旅行社要先经观光局核准，成立营造商、营造业的，做营造业的，成立营造厂的，要经建设科核准，开货运行要经交通部核准。还有房仲公司要经地政局核准，还有医疗器材公司要经卫生局核准，还有枪炮刀械要经内政部核准等等。登记五元素的水部分讲过了，然后来讲登记五元素的土的部分，土的好立地安内公司登记点地址，所有人要同意，所有人要同意会核定租金收入了，地价税、房屋税，那调成营业用，
和店租金的收入，那地价税、房屋税会调成营业用的。一啊，租赁合约或者是屋主同意书，像人家租厂房要合约或者是屋主的同意书啊。二，房屋的税单，房屋税单税籍证明，房屋权状，房屋权状建物成本，建物成本显一种，你看税籍证明特别有颜色，反败。公司行号设立，登记主管机关不审查使用限制。登记主管机关不审查使用限制。例子：农地的、住宅区的、工业区的、特种的、公共场所，由相关单位或系另行稽查。建管啊、环保单位啊、消防单位、卫生单位等会去稽查。农地可能会有的会去盖房子，所以建管单位会去查，环保也会查，住宅的建管、环保、消防都会查，卫生也会查，工业区特种行业啊，公共场所有建管啊、环保啊，建管看有没有危楼啊，地震天灾有没有造成危楼。有没有会淹水？有没有会土石流危险？环保啊，消防啊，卫生等等。3.3公司行号登记流程与公司查明，名称3到5个比较好。确定负责人营业项目，一查，一定查核的，检查的核定书啊。公司查明二，存资本啊，一查核定书啊，大小印章啊，银行开户啊，存折封面内页，存额证明，公司用行号25万以上，这叫存资本啊。三，设立登记。申请书了，股东的身份证件啊，房屋的税单啊，屋主的同意书啊，或者是租约啊，股东同意书啊，公司章程啊，登记表2份等啊。四，营业登记啊。营业登记申请书啊，营业登记申请书、啊，设立核准文件的影本啊，前述附件的影本，啊，这个叫设立登记，要申请书、股东身份证件啊、房屋税单啊、屋主同意书或租约啊、股东同意书啊、公司章程啊、登记表二份等。五了，税籍核定，国税人员的现场勘查。啊，税籍核准函啊，领购票证，买花票，还要买花票哎。六，保存证登记文件。一，设立登记核准函啊。二，登记事项表。三，章程。四，税籍核准函。五，经济部大小印章。登记流程：公司查明存资本额，设立登记。要去银行开户啊，那叫存资本额。然后去登记，营业登记，还要税籍，到国税局，税籍做税籍查核定。因为要跟很多税有关系啊。第六，保存登记文件。3.4，登记时程分析：一，未办登记执行营业有罚则。未办登记执行营业有罚则。二，工商资讯透明。三，银行重要评估设立年资。四，多一个好用的朋友。登记时程的分析：一，未办登记执行营业有罚则。二，工商资讯要透明。三，银行重要评估设立年资。
是多一个好用的朋友，是相关的税负依法规。4.1 营业税，4.2盈利事业综合所得税，4.3个人综合所得税，4.4扣缴，4.5劳健保、二代健保，4.6房屋税、地价税，4.7业租用营业地址小叮咛。营业税、盈利事业综合所得税。个人综合所得税扣缴，劳健保、二代健保，房屋税、地价税，租用营业地址小叮咛，相关的税负依法规。4.1.1营业税，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免量发票405核定营业额1%，三个月缴一次，免发票、免量发票核定营业额1%。三个月缴一次营业税，免量发票的营业税，三个月缴一次，是核定营业额的1%。使用发票401，按期要申报403兼有免税销售，收入减进后及费用金额相抵之5%，出口零税率加上。进后的税额可退，出口零税率加进后的税额可退。使用发票的就是比较有钱的店啊、公司啊，它是收入减掉进后及费用，然后金额相抵的5%，这是要缴的营业税。4.1.2。营业税的换例，103.5到6，销售额20万，进货是要减12万，然后加油啊、水电啊，要减三万，买衣买包啊，要减5万，他20万减12万减3万减5万，啊。那、啊、怎么会加挣的5万呢？5%呢，相当应纳的税额为2500元。销售额减掉进货还有费用，剩下的在5×0.05，五万的要缴2500。营业税的换例啊，营业税的换例，销售额减进货啊，减办公桌电话啦、啊，有发票哦，有发票为证，啊，小客车啊，大小货车啊，要有发票为证啊。销售额扣掉进货跟那个一些费用，哎，变成负的嘞。不是正还是负了嘞，有亏嘞。那再乘5%，当期留抵税6000。本来，那现在怎么又变成30万乘以5%了？退税15000，或者是留抵，留抵税了以后申报可抵。退税固定资产出口退税，说起来清算。
可抵免呢，你也没有赚钱呢，不必交，是这样吗？4.1.4 营业税，我想申请免用统一发票，条件什么？一、零售业的销售非特定对象的；二、核定业营业额20万以下，每月营业额20万元以下的才免用发票，免用统一发票；优点免申报外账，每3个月到单缴税即可，还是要3个月缴税，3个月税金呢？2400到5600左右，2400到5600左右。缺点无财务报表，可供外部人士参考，这是缺点。核定权限在国税局啊，实际标准不同。核定权限在国税局，申请免用统一发票。3个月到单缴税啊。4.1.1、4.1.4啊，营业税，免办营业登记啊。A 零售业月销售额8万以下，二服务业月销售额4万以下，免办营业登记。看清楚哦，免办营业登记，零售业的每月销售额8万以下，服务业的每月销售额4万以下，你头发都老说。客业服务的，每月销售额40万以下，免办营业登记了。零售业卖个菜呀、水果，每个月销售额8万以下，免办营业登记。核定的权限在国税局，实际的标准不同，就是要有赚钱才需要缴税的，没有赚钱的糊口，好饭吃的呢？那不必缴税了。4.1.5，学生创业，未成年当负责人，独资合伙要有法定的代理人的同意，有限公司不行。还没有20岁满，20岁成年，想要当负责人的话，独资合伙要有法定代理人同意，还要有父母同意。有限公司就不行，要一定要满20岁成年才可以当负责人。自营的摆摊的啦，网络小店的啦，个人的工作室啊，依规能应办理登记及申报。哎呀，学生创业如果是自营自己营业的摆摊的啦，摆地摊的哦，还有网络小店铺哦，个人工作室哦。依规定还是要办理登记，还有申报哦。创业议程中心多数无法登记营业地址，多数都无法登记营业地址。网拍也能适用。